哦，今天我要用棉花来水培青明草，就是把它裹在一起，然后浇上水就可以了。如果要用肥料呢，就把肥料在另一个容器里稀释之后浇在棉花上就可以。棉花只是一个介质，那我还可以在里面放上苔藓和婚礼油画吊兰，还有吊珠梅。我们来试试看吧。这一个礼拜先不要给它任何肥料。等到它生根之后了，才可以给它稀释的肥料。好，我们就看操作吧。